挑战一天只吃男朋友点的食物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是什么体验 ？Later。先说一口酸辣粉，来一小口。过瘾指数99分。第二款，来吃一个重庆小面。过瘾指数99分。第三个，吃一个咸蛋黄拌面。过瘾指数95分。最后一款炸酱面。过瘾92分。最后再来喝一杯梨膏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